大家好，这里是 CK，今天由我来做奇物推演的攻略解说。如果对模拟宇宙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加入我的 Discord 伺服器，我会把链接贴在下方的资讯栏中。这次使用的队伍是捉鬼小队配合虚无命途，但是这个组合不论是在打冒险关或者是打奇物铺满，都会遇到一些比较棘手的状况，所以最好还是依实际状况来调整队伍的阵容。而奇物推演的内容可以参考我之前上传过的影片。最核心的做法是透过收集齐所有的奇物，来让黑塔的奇物商店只会贩售闪耀的偏方三八面头，来借由刷新奇物，同时获得大量的祝福。那黑塔的商店一共会贩售一个300宇宙碎片的奇物，以及2个150宇宙碎片的奇物。而奇物推演的投资效果是，当我们获得奇物的时候，也会同时获得40宇宙碎片。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进一个交易关，只需要准备520的宇宙碎片，就可以把那次的商店里贩售的奇物买齐。所以第一次元最主要就是透过事件、奇物铺满以及冒险关去同时收集宇宙碎片、奇物以及打开回响。由于前期主要都是以透过收集奇物以及收集碎片的方式进行，在没有祝福的情况下，打过第一次元的头目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在第一次元的队伍组成方面，还是要考量角色的强度，同时也希望能在第一次元结束前收集到差不多15个奇物左右。那这支队伍它最主要会是用次元再启动的方式来秒杀事件中的精英怪来获得祝福以及奇物。通常的情况下，只要队伍里面的虚数、物理以及量子弱点的角色足够的话，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击破闯入的奇物铺满。而在第一次元已经确认了要走的路线之后，就可以使用作弊的方式来筛出一值双向。来尽量快速地拿满所有的奇物。由于我们在过程中会购买不止一次的愚者面具，所以在升级祝福的时候，有可能在三星祝福全满的情况下再升级，它就会减少我们的祝福总数。所以原则上，在我们打开回响之后，要购买或者是选择祝福的时候，都是以一星的祝福为主，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会在交易关进行，所以如果有拿到邪恶卫星、天才俱乐部、普通八卦以及和平的代价的话，整趟玩下来会比较轻松一点。这边的话是比较可惜，在打精英之前是没有开出局外人的回响。那已经有拿到了无根据送歌的情况下，在每次攻击的时候都可以额外触发一个持续伤害，那打起来应该也还是算快。而闪耀的偏方三八面头总共可以掷出46种奇物，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让奇物的总数增多，再购买闪耀的偏方三八面头。所以在第一次元如果有看到闪耀的偏方三八面头，通常是不难。好疼！
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保命保命，找你。修神恶鬼，有老子足矣。有钱的捧个钱场。躲不了了吧，吃我一招凤凰现形，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屏住呼吸，裁决执行。又头疼了，逃犯无声，又要痛。乔一乔，看给您拜个早年吧。走，没钱的下次一次。机枪备战，惩戒。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躲不了了吧，吃我一招凤凰现形，别怪我不客气了。啊，我怕。别走，灵符灵符，有佛剑。躲不了了吧，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靠购买的方式把所有300宇宙碎片的奇物买齐。在休息区这边的话，都跟黑塔购买120宇宙碎片的奇物。在身上如果有大乐透的情况下，通常我们都是要把罐子留到最后才打，以便增加我们最终的祝福总数。先打个塔，中途如果打开了回响，还是要优先选局外人来增加回响的回能速率。因为黑塔会优先贩售你没有拥有过的奇物，所以在这边拿到闪耀的偏方38面陀的时间是有一点早，但是由于已经没有宇宙碎片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就只能先购买，最好还是让奇物的总数大于23个再购买闪耀的偏方38面陀，因为这样子比较有可能可以刷出幻境桂冠。接下来就要等我们把300宇宙碎片的奇物全部都购买过一轮之后，黑塔的奇物商店才会再贩售闪耀的偏方38面头。
我们这边的话，前面已经有用投资来刷出幻性桂冠，理论上这边可以直接过关，但还是想说先试打一下看看。枪已经点燃，岩枪，冲锋！枪已经点燃，岩枪，冲锋！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躲不了了吧？吃我一招，凤凰现形！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不让开就挨揍了，哪里跑？又要拖后腿了。枪已经点燃，岩枪，冲锋！幸亏我练过。保命保命，瞧你！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瞧一瞧，给您拜个早年吧。我来守护。枪已经点燃，岩枪，冲锋！枪已经点燃，岩枪，冲锋！
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注意力集中，别再靠近，以存护之名，吃我一招太虚行运，凤凰现形，不让开就挨揍了，哪里跑？又要拖后腿了，灵符灵符，您就是大善人。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瞧一瞧，给您拜个早年吧。别气馁，就此终结。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吃我一招凤凰现形，哪里跑？束手就擒。我怕。别逃，休神恶鬼，有老子足矣。该结束了，我来守护。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好快好生，抓住机会，该结束了。我没事。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注意力集中，就此终结。束手就擒。好疼。他束手就擒。毫发无伤。枪尖已经点燃，岩枪冲锋。别再靠近，
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结束了，结束了，马上让你知道我的躲不了了吧。吃我一招太虚凤凰血腥。如果看到增加的宇宙碎片数量是1840的话，就代表已经收集完所有的奇物了。接下来就是在交易关中去轮流购买托字面具以及驱驰星系模型，因为只有这三个奇物是没办法透过托字刷新取得的，所以在第三次元的部分就是一路透过一直异化来把所有的精英奖励冒险关变成交易关。最后这边已经收集到了116个祝福，原则上还是会把加强防御以及减伤的祝福都一律升级。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头不疼吗？瞧一瞧，给您拜个早年吧。
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有钱的捧个钱场。灵符灵符，走你，马上让你知道我的灵武分量了吧。施我一招凤凰血行。一招凤凰血行。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躲不了了吧。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瞧一瞧，看一看嘞，给您拜个早年吧。施我一招凤凰血行。让开就挨揍了。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瞧一瞧，给您拜个早年吧。时机来了，哼，施我一招凤凰血行。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马上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躲不了了吧。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又要拖后腿了。不让开就挨揍了。施我一招凤凰血行。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灵符灵符，走你。施我一招太虚行运凤凰血行。凶神恶鬼，有老子足矣。瞧一瞧，看一看，给您拜个早年吧。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枪尖已经点燃，连枪冲锋。施我一招太凤凰血行。别怪我不客气了。有钱的捧个钱。
招凤凰现形，躲不了了吧？毫发无伤。什么鬼？有老子足矣！瞧一瞧，看一看嘞！机会难得，给您拜个早年吧！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